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9点，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部电车凌晨在中环汇丰银行总行对开翻侧，14人受伤。警方拘捕23岁电车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事发在凌晨12点左右，电车由筲箕湾西行往屈地街，驶至侧臣道，左转入德辅道中时怀疑脱轨，撞向东行线的电车站，引致翻侧，横卧在路中心，挡风玻璃碎裂，碎片散满一地。消防要用爆破工具拯救被困的受伤乘客。警方较早前表示，现场并非交通黑点，司机有年半驾驶经验。事发后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会从电车车速和其他外来因素进行调查。南韩成功试射原武系列弹道导弹，隶属国防部的国防科学研究所表示，导弹日前在西部中青南道泰安郡成功试射，射程达到800公里，足以覆盖北韩全境。国防部长韩文球到场视察，导弹在发射、飞行、命中全程的性能表现均符合标准。这款导弹据报将会在年内服役。正在芬兰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尼尼斯托举行会谈，并分别和总理西比内和国会议长诺克拉会面。两国就建立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芬兰重申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一致同意支持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声明又指，双方将会保持高层互访，共同努力提升双向投资水准。两国将会加强在北极海洋产业、地质学和极地科研等领域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亦会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冬季项目交流。另外，中国将会向芬兰租借一对大熊猫，预料会在今年年底运往芬兰。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8699点，跌162点。港金现价报116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4.7美元，卖出1255.5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和一两阵雨，天气温暖，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和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 ，Sammy 同大家跟进咧，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散得都好快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龙尾仔苏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啦，快线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系喺苏屋村。咁之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咧，仲系车多，龙尾就喺启德专新村。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挤塞嘅，龙尾就喺御港湾。在新界全锦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的，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仔渡船街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石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yeah. FM 94.8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晨光第一线 ，DSE 打气加油站。今年我哋继续为全港嘅 DSE 考生打气，如果你都想成为考生们嘅最强后盾，立即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打气专区留言啦！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同学仔早晨，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聆听呢一科咧，其实就唔算好难嘅，不过就系烦咯。那個煩呢就是你冇得背啦，冇得貼啦。簡單嚟講呢，即係你可以完全估佢唔到嘅。所以一陣間聽聽下嘅時候呢，你心裏面可能會諗，嘩，你講呢啲。咁但係無論發生咩事都好，都記得要保持冷靜。記住以下呢六個字就係、是、你嚇我唔到嘅。之後考邊科呢，呢六個字都係好有用㗎。當你打開張卷見到啲咩奇怪嘢啦，陌生嘅嘢啦，第一件事，唔好惊，唔好乱，心里面咧就讲一句，你吓我唔到嘅。嗱，跟住咧就可以慢慢冷静个人，慢慢谂清楚应该点样去做份卷。做聆听咧，我仲有另外一个心得嘅，就系、是、当你戴上你个耳机嘅时候咧，就幻想你好似做紧窃听风云咁样啊。因为一般情况底下咧，以偷听人讲嘢嘅八卦心态去听咧，应该系听得最多嘢翻嚟嘅。喺 N 年之前咧，我就坐咗喺呢个市场嗰度，听住部收音机播《红日》。今日咧，我就可以喺呢个大气电波嗰度同大家各位一起打打气。我希望你哋今日尽力做，遇到啲咩事都唔好放弃，加油！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也试过独坐一角，像是没协助。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日之火。早晨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94.8 至到 96.9 晨光第一线，我系 Kitty 崔洁彤，喺直播室里面咧，仲有凌子维啦、阿 O 啦、白元浩同埋蔡敬文喺度嘅。咁多位大家好，早晨，你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即刻呢就会读出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上面呢为咁多位 DSE 考生嘅留言喎。好， Olivia 嗯呢就同搞搞震小队讲啊，佢话你哋应该呢就唔好搞搞震啊，加油，等听你哋嘅好消息。咁啊，跟住咧就嚟自松千轻嘅，就同咁多位靓仔靓女主持讲话，一定要读啦。就系俾谭嘉仪嘅，就话咧，哇，肥婆加油啊，都好唔客气啊，哇，俾心机专心啲啊，好快就挨完噶啦，到时就俾你揽住祖爸咧，嚟喊一场啦，大家都等紧你考完出嚟噶。仲有咧就系佩佩嘅留言啊，佢就话到啦，啊，林千熙个妹妹啊，林于要加油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朱家嘅陈雨薇同埋咧就系赵海晴都一定要加油啊！你哋记住打醒十二分精神，听住呢一个嘅 listening 啊，大家加油！好，跟住咧继续啊，讲一啲打气嘅点唱啦，希望咧鼓励到咁多位咧考 DSE 嘅考生啊，吓，司机峰咧就话空晴一号咧肥 K 啊。
中文组嘅男神啊，海德啦、苏德啦、子俊啦、科长粒粒啦、金燕妈妈咧、Candy 啦，下省太多人名啦，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唔使去特别室啊，唔使请人上身啊，记住咧用自己嘅耍出最强嘅功夫啊，打好呢一场仗啊，因为咧。每一隻字都要看清楚，冷静一定有钱剩咁话。好，呢度咧有 Zipang Lam 啊，就系深城中学嘅罗海莹，佢话听住啦 ，DSE 要努力啊，放松听住考，考完 DSE 咧免费带你去台湾玩，系免费噶。跟住有咧，阿 Jeremy send 俾 Venus 啊，佢话听日之后嘅考试咧都要俾心机，当然每个考试都要俾心机啦。好快咧就可以同你四围去玩去食啦，所以要加油，系男朋友俾你嘅。跟住接住咧就嚟自阿草嘅留言啦，就讲到啦，大肚腩金坚，你要加油努力俾心机啊！知你最近都忙到即系七彩噶啦，抢到尽啦，咁啊仲成日都冇得瞓啊，但系希望你打醒咧，精神去全力去考啊，考好就请你。食餐好嘅，最爱你嘅文文相。跟住咧就系楼楼嘅一个嘅留言啦，佢就话主持人，请你哋一定咧要抽中我啊，感激不尽啊！咁佢就话到啦，你哋咧咁多位嘅考生啊，一阵间就要认真啲听住，千祈唔好漏咗啲 point 啊！你哋记得咧就要写快啲，咁啊用你哋嘅摩打手，劲快咁样写，咁啊写到咧张纸啊满咗咁样，咁当然写 point 好紧要啦，我只觉得你哋已经咧用咗成年嘅时间咧，咁啊去到好好准备噶啦，咁啊祝。咁多位嘅考生，个个科科都要攞五星星，加油加油！系继续有啊，阿 Lulu 啊，就同阿俊讲啊，你啊要写快啲啊，唔好再慢慢写啊，要快到好似摩打手咁样啊，唔好再慢慢谂啦，2017一定要得嘅，你咧用咗一年时间啊，今年咧一定要科科五星星，记住啊，我会撑你噶。跟住咧就有系 To 艾米拉教主嘅，佢话考 DSE 使乜惊？我哋考完啊，咪仲好地地咁。喺度报食考聆听啫嘛，你连我哋啲 get 都 get 到啊！区区一个聆听考试又点会难到你呢？咁啊，等你考完之后咧，我哋再去食好嘢，加油啊！你亲爱嘅教徒菌同埋种子上，然之后系欧 Sir 啊，佢话佛教孔仙洲六 B 潜水会嘅同学聆听咧，千祈唔好瞓觉，摘录资料咧系最紧要嘅，谂清楚先至好写啊！跟住咧，嚟自 Rachel 嘅留言啊，就讲到应届考生要应届考生，即系佢自己都考啊。佢系六 C 班嘅 Rachel 啊，想同朱敬文所有中六同学打气啊，记住大家淡定，有钱剩就唔好怯。当其他人都怯嘅时候，只要你淡定，你已经赢咗一半噶啦，心态就决定咗个境界。哇，犀利啊！一往无前啊，我哋无所不能冲啊！早安嘅留言佢就话到啦，上智嘅欧欧朱莉以及咧就系永贤嘅永恩少培，一阵间考试嘅时候，大家要记住专心啲，唔好挂住咧就系睇侧边嗰啲啊靓仔啊吓，咁啊挂住佢咧就够噶啦，咁啊记得咧收音机，如果咧就系一有少少收得唔好咧，就即刻咁啊举手，咁啊记住考试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冷静同埋专心，加油加油，系跟住咧到啊 Jarvis 啊 Jarvis Chi 啊就同咧梁文燕考。应考生咧就讲声加油啊！仲有咧 ，G G Wong 咧就同啊亮基啊泽星联盟嘅朋友仔加油啊吓，亦都唔少得咧 Michael To 啊吓，同啊佢啲朋友讲啊，竖起你只耳啊，听清楚聆听啊，唔好瞓着觉，考完一齐睇星星，最好攞埋五粒星咁话。好，跟住咧就系俾圣约瑟英文中学六 D 班嘅同学嘅，记得专心听聆听，唔好发梦啊，尽量写，尽量写，发挥你哋嘅小宇宙，摘下五星星，加油啊！我咧就系一直支持你哋嘅波 Sir。跟住咧系顺德联谊会总会啊胡少次中学嘅潘美美老师、彭思敏老师、林景佳老师点唱俾湖中全体中六同学啊！佢话老师知道呢一段时间大家都付出咗最大嘅努力，希望大家放松心情，努力加油，老师会默默支持你哋噶。珊珊咧亦都话到啦 ，Purple 同你识咗咧13年嘅时间啦，由小学去到而家咧，有好多嘢都系一齐经历嘅。咁但系今次考试咧，我就陪你唔到啦，唯有咧喺呢度咧就帮你同国英啊，仲有咧就系咁多位白沙同学嘅打一打气。DSE 一定要加油，用平常心去到面对就得㗎啦。喺呢度亦都祝福咁多位 DSE 嘅考生考试嘅时候发挥到最好嘅表现。明言书院中六嘅负责教中六嘅吴 Sir 呢就同啊六 A 班嘅同学打打气啊，佢係咁样讲㗎，成功飞侥幸啊，攞星加油印，明言啊个个醒啊，大学梦成真咁话，咁啊有呢个押韵嘅句子，希望呢鼓励到一众嘅考生啦，俾心机考好个试佢。跟住有 Curry Chan 佢话天主教普照六 A 班嘅同学啦，六年修行用在今朝，唔好令自己后悔，我哋一起打好呢场仗 ,PCAs,PCAs。记得我哋六 A 快牌有你玩四年 University， 加油！
微微合上眼，太阳盛放的暖光，悠悠掌要呼唤我，有些东西不要多，抱拥光的我，抬头呼喊我愿望，不想对着天空都说谎。从前立志响，翅膀共有千百双，残存在这生活里，一千对再也不会响，仍然无忘记，还留一对会不死，轻轻拍翼终于可以飞。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理，似纸飞机要一试飞翔之美，送给大家 JRE 的第一志愿，希望大家考试顺利都可以呢，即是入到第一志愿。继续读留言，是 LoveLY 给母牙婆可乐糖润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Lovely 和你的兄弟们加油，记得打醒万二分精神，听清楚重要啊，这个劲我觉得奋不疾书，五星星没难度啊。好，另外呢 Vincent Hong 呢就俾圣贤嘅小成成嘅，佢话嘿係你啦，加油啊加油啊，一阵间聆听记得记得专心啲听啊，小猪猪你中文呢一定会坐三望四，发挥你平时嘅水准㗎，唔好諗咁多啦，尋日考成点嗰啲呢都唔好諗啦，今日发挥好水准，高分冇难度，提提你啦，开卷之前呢就飲啖水，人都精神啲嘅，考完之后呢就一齐去食大餐，重点就係佢请㗎喎。接住落嚟咧，就有 SC Liu 嘅留言，佢话上年就冇读到，希望今年会读啦，就系、是、送俾各位啊，优才杨恩友睇书院嘅同学仔，系你哋啦，唔好两头望啦，瞓醒未啊？记得一阵咧听六就子嘅时候就要撑住下，千祈唔好瞓啊吓 ！DSE 啫，好快就考完噶啦，吓你哋唔到，同 Kenny 一样吓你唔到啊吓，好快就考完咧，俾心机挨埋呢个月咧，你哋掂噶，加油啊！祝你哋人人都入 A 一啊 ，from 呢、這个师姐噶。嗯，跟住咧就系空心嘅一个留言啦，佢就话俾 Justin 嘅，就讲到啦，自修嘅路其实真系唔容易行，但系总算行到终点啦。你要出尽咧，就系所有嘅力量，九牛二虎之力，去到咧就系加子加子加子，爆 point 爆 point 爆 point， 佢信你一定得噶吓，卷三啫，当食生菜咁食啦。好，跟住咧就到RN 新啦吓，佢哋咁样讲嘅，圣约瑟英文中学嘅师弟们啊，你哋要尽自己嘅所能啊吓，专心去听。用 200% 嘅能力咧去答每一条嘅题目啊，唔好辜负呢段日子啊，为你哋精心准备温习班嘅老师们啊，最后咁多位师弟们加油啦，俾心机啊！跟住咧有最美丽嘅永雪啊，佢话元朗 JCC 6 AB 班嘅同学 and 女人俱乐部就话沉住气。考埋佢，细心听，写快啲，五星星，好易攞，我爱你哋，佢都爱你。好，這個、呢个打起系俾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女容德纪念中学嘅中六所有同学嘅，就系、是、五位嘅中文老师啊，就要叫你哋咧、加油努力，全力支持你哋，信你哋一定得嘅。
跟住咧就系嚟自啊 Tiffany 嘅留言啦，就 to 呢个棉纺会中学准备考中文聆听嘅 Ella 系你啦，知道你咧好叻女嘅，为咗 DSE 咧搏到尽啊，令到哇身心都有啲攰啊吓。今日中文聆听咧已经即系其实系中文科第三日嘅考试啦，咁啊一阵咧就要专心啲听噃，咁啊努力埋呢十零日啦，成功在望，顶硬上，记啲 good luck 啊 ！Kristen 咧就话到啦，俾亲爱嘅 Sip 以及咧就系 Matthew 啊，加油，快啲咧就系、是。考完准备 present 同埋咧就系口述嘅历史啦，仲有大把 assignment 同埋 midterm 咧就系等紧你哋噶。By the way， 阿雪咧就爱你哋啊，咁啊继续加油啦！好，跟住咧就到啊 Patrick Sir 嘅一个点唱啊，宝良局湖中中学啊吓，六 D 班嘅班主任啊，阿胡 Sir 系咁样讲嘅，六 D 俾心机。湖中靠晒你，撑住顶硬上，全班人一齐入 U， 虽然唔系好押韵，但系可见咧当中嘅真诚啊吓，希望咧感动到每一位嘅学生咧，俾心机啊，考好个试佢。我呢个都系精简嘅、哦，咁咧就系啊，唔为，睇下先，呢个系吴老师啊，吴老师，佢话祝英皇同学咧旗开得胜，加油，系咪好精简呢？虽然唔使写打油诗，但我都 feel 到嗰种诚恳，都系同样意思啫。加油啊！李兴贵六 C 班嘅同学仔，同埋呢位同学啊，阿 Linking 所认识嘅人、啊，中文咧最后一份卷啊，各位就加油啦，博尽无悔。记住你唔系一个人喺度奋斗嘅，其余嘅39个人咧都系陪你一齐嘅。You are not alone， Linking 嘅。跟住嚟自子清嘅爸爸妈妈啊，子清爸爸妈妈话咧，子清加油啊，尽咗力就问心无愧，无论结果系点咧，爸爸妈妈都一样咁爱你同埋支持你噶。另外咧就系嘉豪嘅一个留言啊，佢就话到啊，今日喺 DSE 考试入边咧，其实佢自己亦都系曾经一个嘅应考生嚟噶。咁啊，上年嘅时间咧，咁啊喺收音机上面啦，听住我哋为好多考生打气啊，觉得非常非常之好啊。咁喺呢个时间咧，佢亦都希望咧就为佢嘅朋友阿婷咧，咁啊记住啦，一阵间留心啲听同埋为。佢打打气，佢话仲有四科咧就考完噶啦，你唔会咧就系孤独应战嘅，我哋一齐同行嘅，今日为更好嘅未来一齐拍住枪，咁啊你考完试之后同你一齐周围去玩，加油啊！手机咧同埋咧社交网络咧收到好多短信咧系私人 message 错嘅，系包括我以前母校嘅阿 Sir 啦，但系你哋冇得打尖噶，我够胆噶，继续读翻我哋咧即系面书上面嗰啲，面书嗰啲先，因为即系。排队啊嘛，系唔可以有啲优先权嘅。Rainy 咧系咁样讲嘅，系啦，真光嘅朋友仔啊，打打气啊，有小麻啦、Kilolo 啦、范小啦、Mimi 啦、紫皮啦、Two Bond 啊吓，希望读得啱啊，因为佢哋啲名字比较出奇少少啊吓。咁潮咁多位啊 ，DSE 嘅 Fighters 啊吓。综合咧要加油啊！仲有三四日咧就考完噶啦，我哋之后一齐飞，玩得开心啲。跟住有 Janice 啊，佢话咧俾佢嘅一班好朋友嘅，佢话今日考聆听，大家记住要博尽无悔，超啲。U 啲又協合啲咁專心考，唔好輸俾時間。即使咧依家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考緊咧，大家都要好好努力。我哋同埋我覺得我哋會一齊得嘅。佢係咁講嘅，得嘅係 D E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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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係今朝又話有好多人讚我哋，叫我哋幫佢哋讀留言嘅，我都唔係好覺眼啊。係咩？係啊，唔係我睇親嗰啲都有靚女靚仔主持。我終於揾到一個啦，所以我要讀啦。呢個叫我哋靚仔靚女主持望過嚟嘅 Dillian 啊，佢咧就寫俾大隻佬嘅，喺邊度考嗰啲咧，我唔講噶啦。嗱，佢話長仗咧就仲有一個月，一定要頂住啊！中文咧我就幫你唔到啦，祝你好運。但係咧佢好有心，佢話而家咧我喺英國嗰度係凌晨兩點幾嘅，我都會上網同你一齊聽綠袖子，精神上支持你。其他 SJC 嘅鬥士都要加油，記住聽綠袖子咧，聽埋呢個禮拜就以後都唔使聽噶啦。跟住另外咧就系 to 波记嘅欧永正同学啦，唔好成日挂住瞓觉啊，考聆听就唔好考下瞓着，咁啊攞到五星星之后就咩都应承你啊，到时咧就咩都买俾你送俾你，轻轻松松邓子峰啦，师兄上啊！咁另外咧就系 Esther， 佢就话到啦，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为圣加纳女书院嘅全体中六啊，包括咧就梁家宝啦、Cindy 啦、Anisha、Janice 啦、施海琪、Kathy、Amy、爆炸头、茶水阿姐，仲有就系补习社嘅同学，祝你哋个考试顺利，加油！
是啊，除了话叫我哋靓仔靓女之外咧，仲有啲留言咧讲话由细听到我哋大嘅，咁嗰啲我就唔会读出嚟噶啦。仲考 DSE 你，由细听到我大，我唔会讲啊，唔会暴露自己嘅年纪。好啦，咁啊呢个 Alice 啊 Alice 听咧就投高主教书院啊。话有 number 唔讲啊吓，张海晴 B B 咧努力加油啊，全家都支持你啊！神光第一次为 D S E 考生打气。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O 啊，好想鼓励下咁多位 D S E 嘅考生啊，用乜嘢方法好呢？唱歌唔系好识唱歌、啊，跳舞啊。都唔系好识跳舞，咁样一系，当你谂，当你犹豫，当你考虑嘅时候，成功就过咗去啦。其实鼓励人好简单，同你一样啊，只要肯努力，成功都系好简单嘅啫。当你想放弃嘅时候，谂下当初点解你会坚持嘅，而你当初嘅坚持令到你已经走到嚟呢一度啦。咁多位 DSE 嘅考生俾心机，考完 DSE 你就可以又唱歌又跳舞又去旅行，风流快活啦！諗下啲开心嘢，正面啲，积极啲，做卷都快啲啦！咁多位加油，俾心机。黑暗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心于废墟，别让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淋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晨光第一线 ，DSE 打气加油站。
今年我哋继续为全港嘅 DSE 考生打气，如果你都想成为考生们嘅最强后盾，立即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打气专区留言啦！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多位听众你哋好，你哋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面嘅 DSE 打气加油站。咁我哋呢而家会读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上面嘅打气留言啦，为一班呢 DSE 考生打打气嘅。咁如果你呢都想为身边嘅朋友或者学生或者同学仔打气嘅话呢，可以去到 Facebook 啦，搵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有一个打气专区嘅。喺嗰度留言啦，咁呢抽中嘅话呢，我哋就会为你读出㗎啦。我哋有一个特别的宣布啦，要听一听嘅，翻嚟继续为咁多位 DSE 考生打气。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是上午9:30，现转用单声道广播，半小时后即上午10:00正。本台将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晨光第一线为 DSE 考生打气。咁多位考生你哋好，我是凌子维。今年呢是我第二年主持 DSE 聆听考试之前的打气环节啦。其实每次呢在不同的媒体都好啦，都会有人叫我讲啲鼓励考生的说话咁样。我都会觉得有啲纠结嘅，因为我知道考试是真係会紧张。而且不会因为我讲一句唔使紧张，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好放松啊。叫你哋俾心机咩？其实我知道好多同学仔已经投放咗好多时间去努力准备考试，唔使我去提，你哋都已经放咗好多心机落去。所以呢，我想讲每一个而家努力緊嘅学生，每一个坐喺市场嘅你哋，喺我心目中你哋都係好犀利嘅。我希望唔止淨係我咁样諗，我希望你哋都打从心底去肯定你哋自己，因为你哋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你哋生命入面嘅 number one。祝你哋考试顺利。
继续咧为大家读出打气嘅留言啦。手头上面咧有英华书院郑校长为咁多位英华中六嘅同学打气嘅，仲写咗首诗添。佢话一年365，日日搏尽为啲乜，设置入 U 乜都得，恐惧只会得个吉。唔理3721，专心作答冇停笔，主科分数好易执。选修攞升走唔甩，英华仔加油咁话噃。好诗好诗好，跟住落嚟咧，睇下呢个咧系俾圣玛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嘅学生嘅，特别系俾 Sky Lang、阿 Jim、Justin 同埋阿 Wing 嘅。咁阿欧 Sir 咧就同你哋讲啦，知道你哋好认真去准备呢个考试嘅，都知道呢一科带俾大家好大嘅压力。不过唔紧要，好快过噶啦，一阵咧唔好紧张，尽力做就可以啦。考完之后一齐去饮茶。跟住嚟自阿 Miss 崔嘅点唱，就各位东华三院张明添中学嘅同学仔，相信自己嘅能力啊，阵间考试放松心情咧，咁就得噶啦吓。Miss 崔同你哋加油啊！孙子兵，跟住佢就话到啦，啊子琪妹，仲有咧就系啊中行猪 LKY， 然后伟仔，以及咧就系狼少女啊，加油，大家一齐挨埋落去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系继续努力，咁啊专心一致，一阵间听得清楚啲。咁啊，继续努力，咁啊得噶啦，佢系老男人。跟住咧，阿童咧就讲话，咁多位咧 YCK 二嘅同学仔咧要加油啊，打醒12分精神啊 ，mark 好啲 point， 深呼吸，放松心情啊，唔好俾绿袖子催眠咁话、啊。其实我都好怕绿袖子嘅，咁大家打醒12分精神啊！好，手上边有中华传道会李贤耀纪念中学嘅李 Sir 啊，佢话咧修读 CAM 而家咧又要考聆听嘅同学，大家要尽力。考好 DSE， 唔好白费呢三年嘅努力，大家加油！呢、这个点唱咧系想点俾 FMLSOS 嘅组员嘅方 J、天月 BB、K 哥、李子聪、黄一伟、Landa、Shelly、子彤，淡定有钱剩，支持你哋啊！默默为你哋祈祷。呢、这、一个系 Isaac 嘅点唱，跟住系嚟自咧送俾啊梁堂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嘅 Daisy Wong 嘅点唱啊！虽然咧佢话你平时个人唔讲嘢咁，但系咧一定系识听收音机噶，听实个收音机啊，唔使紧张噶。咁啊，呢个考核咧就好 easy 嘅啫。咁啊，你咁叻实得噶，咁啊加油努力啊！另外咧就系加油嘅一个点唱，佢就话到咧就系亲爱嘅圣心六妈嘅同学仔，你哋要加油啊！你哋要相信咧，一定会攞硬呢个五星星噶。我哋一齐啊挨埋呢一场试，佢到时咧个个靓仔咁样去到一齐 grad 啦吓。咁仲有就系我哋考完试之后咧，一齐会去台湾旅行，佢哋好开心、啊，系咪？最紧要就系而家尽力噶吓，放松啲，唔好太紧张。如果唔系弄巧反拙噶，大家加油！好，跟住咧都系学校嘅点唱啊吓。是啦，这个嘉荣啊吓，帮咧沙田崇真中学所有 DSE 嘅考生咧加油打气，佢系咁样讲嘅，加油啊！你哋一定得噶，千万咧唔好听下发梦啊！平日喺学校咧都操咗咁多卷啦，根本系唔需要惊嘅。全港嘅 DSE 嘅考生咧都要坚持做晒成份卷去，俾心机、啊。跟住咧 ，Mickey Ten 咧就俾丹桂村嘅胡小姐嘅，佢话听到绿袖子咧就唔好瞓着啦，努力完之后咧翻屋企揽住你嗰个偶像揽枕可以瞓啦，加油！跟住嚟自 Kitty Wong 嘅点唱啊，点俾全官嘅师弟师妹听啊，你哋大家要加油啊，记住淡定，唔好慌咁就得噶啦，博尽无悔啊，永远支持你哋噶。阿 Roy 咧都话到啦，系你啦，咁啊，你哋一班嘅朋友咧都已经而家喺个收音机侧边咧听紧啦，包括咧就系31刘梅轩通识嘅 Roy 嘅战友啊吓，咁啊过去呢半年啊，咁啊上堂嘅时间咧就大家读咗好多书啦，亦都一齐努力过嘅，肯定啊，大家其实已经咧系赢在起跑线噶啦，所以今日。一定是会全胜的，大家加油。好，这个 Copper 10呢就讲啊，坐在屯门可艺中学的其中一位同学仔呢，全部都是啦，由细到大啊你都好俾心机读书嘅，所以呢唔使驚 ,Sure win 啊。喺跟住手上面嘅留言係咁寫㗎，星道嘅你哋要加油，特别係 6A 班嘅同学仔。虽然呢我哋唔係喺同一个市场考试，但係我哋都唔好唔记得啊，我哋为咗呢一场仗付出咗几多，记住收拾心情，平复一下，深呼吸，
所有人呢摩打手上身，劲啦，听清楚，唔好咁紧张，特别系你啊 ，Micky、威灵、渊涛、Hanson、阿 Po、希文、彭善仪、丽华，仲有六 D 班嘅慧仪，唔好意思啦，为咗要打气，真系要开你哋嘅名，唔该你哋醒醒定定攞翻啲星星翻嚟，望清楚先至好写。好啦，一齐喺各个市场加油，俾心机，仲有河东嘅卓林、汤国华嘅朱贤、余振强嘅 Anson 同埋海晴，支持你哋啊，加油加油！呢、這个点唱咧系俾华哥、周子、温子、Boss、Christine。Haley、祖媽、Macy、Shelly、Ryan 同埋識佢嘅人嘅，佢話咧終於揾到呢個 DSE 加油打氣打氣加油站啦。好難揾咩？係可能佢真係係啦，唔係好熟面書啩，係啦，終於揾到啦，所以留到言啊，亦都讀出啦。佢話你哋要加油啊，要小心啲聽聆聽，盡力，我會揾方法咧去同你哋一齊聽噶啦。同埋華哥係啦，佢就中英夾雜好勁嘅，我估佢係外國翻嚟嘅。Carry on, guys, it's time to show what you got， 係遠方嘅 Sam Ho。哟跟住呢嚟自啦乐道中学嘅蔡康年校长点俾乐道中学嘅同学仔听啊，就话你唔好紧张啦，如果紧张记得要祈祷啦，尽力而为啦，其他嘢呢就交俾主啊。跟住呢就係 Samuel Sir 啊，佢就话到啦，呢、这、一個嘅嶺南中榮光嘅你哋啊，咁我咧就係你哋家上啦。六年前啊，其實你哋都係第一次入嚟讀中一，咁啱我又第一年出嚟教書，唔經唔覺咧，我就已經教足咗你哋六年啦。咁雖然好多人咧對你哋嘅成績未必有信心，咁但係我阿 Sir 咧就知道你哋咧就已經非常之努力咁去到改變啦。特別係中六呢一年啊，無論你哋準備成點樣都好啦，今日最緊就係發揮得好好，一齊上大學啦。嗯，都有揾到啲含蓄嘅女朋友幫啲男朋友打氣嘅，係啊Kong 咧就帮自己嘅 Happy Boy 打气啊！Happy Boy 系你啦，唔好喺度偷笑啊！记得咧考综合嘅时候咧竖起只耳仔，唔好挂住咧睇人哋咧点样用嗰啲绕笛嘅收音机啊，专心啲听啊，保持水平咧就可以噶啦。拜，永远爱你，永远支持你嘅 KK Sir。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应行陌生的绝岭。 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都红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换更多邂逅。尽管爱新厌旧，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却永久。红雀立少年游记将近去到9:45，喺45咧，我哋会有一个特别宣布嘅，跟住翻嚟咧，我哋继续读啊，喺面书上面为咁多位 DSE 考生嘅打气留言。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系上午9:45，现已单声道广播，喺上午10正。本台将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科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晨光第一线 DSE 打气加油站，今年我们继续为全港的 DSE 考生打气，如果你都想成为考生们的最强后盾，立即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的打气专区留言啦。星期一至五早上6-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4月3日起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网站下载太阳学堂申请表格，填妥和录制1分钟的我的广播梦声音档案，解释你为什么想成为广播一份子，电邮至 solar2017@rthk.hk， 或者邮寄到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二台太阳计划2017收。你还等什么？快点踏出你的梦想第一步吧。考完试的活动呢，我们就帮大家编排了，听得很清楚，刚刚是的，那可以参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但是考试呢我们就帮不到你们，只能够为你们默默打气，继续读出呢在社交网络上面为这么多位 DSE 考生的打气留言。好，那Joanne Chan 呢就说肥嘟嘟的泳君，还有 Elsa 加油啊，你们综合呢，你们不到的记得用下你们的脑，2017一定要得， fighting。跟住咧就系嚟自阿林 Lam Chun Kit 嘅点唱，就点俾佢嘅细佬阿辉仔听，就话俾心机阿哥支持你噶，嗱唔好坐错人哋个位啊，对清楚啲 number 吓，做嗰阵咧听清楚就 OK 噶啦，加油啊细佬！依听嘅留言啊，佢就话到对面嘅主持人喂望过嚟啦，麻烦你哋读一读啦。巴曲巴曲是你啦，唔使周围望啦，加油，你一定得嘅。考完 DSE 之后，下一个月我哋就可以一齐出去食饭噶啦，等你啊吓！好，跟住咧有啲校长打打气啦，乐道中学嘅蔡校长咧帮咁多嘅同学仔打打气啊吓，咁喺面书嗰度咧佢开咗自己个人嘅 account 啊，咁样讲啊，知道咧你哋已经好努力噶啦，圣经话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 ，go go go 咁话吓。跟住咧 Jessica Yip 咧就话俾宝国中学嘅黄思允系你啦，帮你补习咧补咗唔经唔觉都有3年咯，知道你一直咧都好俾心机嘅，所以你一定冇问题嘅，加油，好似我咁样入中大做我嘅师妹。咁啊，嚟自 Sharon 嘅点唱啦，就送俾阿 Jody 嘅。咁啊，有支笔，有个幸运嘅背囊，有对醒目耳仔，加埋你嘅脑咧就掂晒啦！加油啊！考完咧就大家齐齐去旅行啊！系 from 家姐啦，同埋霍爸爸妈妈嘅。北部同埋 Pizza， 你哋要加油啊！知道咧，你哋已经好劲噶啦，但系记住一阵间一定要淡淡定啊吓，唔好谂住咧，即系听到啲唔系咁熟悉嘅时候咧就冇晒反应。最紧要咧就系慢慢听，慢慢写，写得啱咁就得噶啦。考完 DSE 之后，一齐出去玩啦。系啦，跟住有个男朋友点唱翻俾个女朋友听啊吓啊，唱错。
蔡麗峰啊，系啦，就点俾阿 Emily 听啊，佢话加油啊，聆听咧可能随时咧就会出答案噶啦，记得咧留心啊，听啦，同埋写定笔记，拜爱你的 BB 上咁样。我呢个系家姐点俾阿妹嘅，系 Katie 写嘅，佢话亲爱嘅细妹，嘿嘿，我知道咧你已经坐咗喺青松中学嘅礼堂准备考聆听啦，记得一听到六就子嘅时候咧系要打起精神嘅，唔好紧张，快快手手作低啲答案，中文聆听咧你一定得，加油，所有姓安当嘅师妹都要加油。思春于咧就写俾亲爱嘅李建章嘅，佢话识咗你咧都五年噶啦，一路你俾我嘅感觉咧都系好勤力，咁啊知道你好想入大学啦，亦都好努力准备 DSE， 但系千祈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你嘅努力旁人有目共睹啊！祝你好运，唔好怯我叫你。嗯，跟住咧点俾啊刘伟杰同学。听嘅就话今日咧要考中文 paper three 啦，挨到今日已经好劲噶，你知唔知啊？吓，真心相信淡淡定啊，真系有好多钱剩啊，深呼吸，睇下隔篱望下就知自己系最劲啦。另外都要撑埋阿 Bob 捞噶，佢话咧每日尽力考佢，考到最后一分钟咧，继续奋斗到底，咁就得噶啦。跟住咧就系 Angela 嘅留言啦，佢就话点俾咧佢嘅弟弟啊，叫做李慧乐啊，咁啊希望咧可以抽中佢，因为咧佢自己离开咗香港读书啦，唔能够咧喺自己弟弟身边支持住佢。希望咧佢听到收音机，知道姐姐咧就好挂住佢嘅。好，咁啊有一个组合叫笑口组啊，希望咧你哋笑口常开，咁咧考试嘅时候咧努力啊，挨过呢关之后咧，晚晚啊可以倾偈倾天光啊，咁都 OK 啊吓，咁啊打气嘅说话咧唔好俾佢停啊，继续咧灌注正能量俾咁多位考生啊。神光第一次为 DSE 考生打气。And you don't stop, and we won't stop.大家好，我是曹星如，我是一位拳击运动员，可以在香港比赛做主场的拳手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很享受和很珍惜你们的打气声，记得在比赛的时候全靠你们不停地叫我名字帮我打气，成为了我撑下去的最大动力，不过我总会有做作客拳手的时候，在不熟悉的环境之下，除了要面对对手，更加要面对现场观众排山倒海的嘘声，有时不单止嘘声，还会叫我回家，甚至更难听的说话我都听过，我估没人喜欢这样被人说的，不过运动员和人生就是这样的，不要说所有东西都是就自己，运动员除了辛苦训练之外，怎样好好去适应逆境都是很重要的，坦白说呢我成绩是不好的，不过我不会气馁，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不怕输，我会咬紧牙关地去撑住，平时有你们帮我打气，今天在神光第一线由我曹星如帮你们打气，这么多位听着的香港人，特别是 DSE 的考生，加油，克服到今日嘅难关，你哋一定可以揾到属于你哋嘅天空。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又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悲哀，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觉，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沉迷，越来越错。幸福之歌，拥抱梦想的朋友仔，每一位你们都是幸福的，那怎样实践你们的梦想呢？除了考好个试之外呢，重要啊！在考试之后呢有好好的计划，什么计划好呢？太阳计划就好啦，所以呢大家真的有机会啊，都上我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呢，你会知道更加多详情的，当然啦，即是要怎样实践你广播的梦想，如果你觉得喂做 DJ 都挺好啊，真的呢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啦，不过当务之急考好个试先好吗？祝你们考试顺利。
房，几多数不清疯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断锁。能抱腹开心欢笑意气汗，疲惫与盼等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零落爱。开始这是年堂课，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错，奢求曾令你错中需要的光，唱唱幸福。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五分钟后本台将会广播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而家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嘅英国民谣《Green Sleeves》绿袖子。喺上午十时，考试广播未作有关宣布前，考生不得翻阅试题答题簿及阅读材料。重复一次，在未有有关宣布前，考生不得翻阅试题答题簿及阅读材料。